云东家庭，孔飞良进，云东家刚进素染，云东家刚进素，常算之数也。虽云东家刚进素染，上下极目，白有衣师，非明者之律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尽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玄君广农，不行的会，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未不晚。愿深采茶，客尽以此遗足。遗事件多如是类。在郡十五年，邦玉安牧，屡起求骸，乃征一成都，移民恋牧，伏骨弃替，过牦牛邑，一军抢赴来迎，即追寻至蜀郡界。其都乡律随移朝贡者百余人，移至拜荡寇将军，慷慨壮烈，世人嫌多贵之，然放荡少礼，人亦以此讥焉。是岁延熙十七年也，魏敌道长李简秘书请降，魏将军将韦律仪等因简之资已出陇西，既到敌道，简西律城中立民出迎军。军前与魏将徐直交，封夷陵镇允深，然其所杀伤亦过倍，既亡，封长子因西乡侯，次子护雄袭爵，南土岳崔归民夷闻已死，无不悲泣。魏夷立庙，四时水旱辄四之，平曰黄泉洪雅思量，李辉公亮至夜，驴开守节不回，马终扰而能易。王平中勇而严整，张仪事断民果，贤以所长，显民发迹，欲其时也。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十四，蒋琬废伊江为船，蒋琬字公衍，零陵乡乡人也。若冠与外地权陵刘敏据之名，宛以周书左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常因由官焉至广都，见晚重视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家醉戮，军师将军诛，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气，非百里之才也。其未正以安民，未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众家察之。先主雅尽量，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晚见推之后，夜梦有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必甚恶之。忽问战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是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相，君未必当至公，大吉之争也。亲之未时方令，先主为汉中王，宛人为尚书郎。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替宛为东曹院，举茂才，宛故让。”刘墉因化旁言廖淳，亮教答曰：“思为被亲舍的，以铁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时又时远，竟不解其意。是以君以显其公举，以名此选之轻重也。”迁位参军。五年，亮驻汉中，宛与长史张一统刘府事。八年，代义为长史。家府军将军亮数外出，宛长卒十卒兵以相攻给，亮美言公衍托至中雅，当与吴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信，后事已已复宛亮卒，以宛为尚书令，俄而家行都护驾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石兴丧元帅，元敬为耸，宛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欺荣，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见服。”延熙元年，赵宛曰：“寇南未米，曹睿交凶，辽东三郡劳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议，还相攻伐。囊秦之王，胜广守南，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志言。总率诸军屯任汉中，虚无举动，
东西几角，以成其叛，又命宛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东曹运阳系索性简略，宛与言论实不应答，或欲构信于宛曰：公与信与而不见应，系之慢上，不亦甚乎？宛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眼，古人之所见也。系欲赞无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无言，则显无之非，是以默然。是系之快也。右都农杨敏曾回宛曰：做事愧愧，诚非及前人，或以白宛逐者请推至敏。宛曰：无时不如前人，无可推也。逐者众惧听不推，则岂问其愧愧之状？宛曰：苟其不如，则是不当理；是不当理，则愧愧矣。复何问邪？后明作事细欲，众人犹惧其必死。宛心无事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宛以为袭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坐舟船，欲游汉免袭卫星上庸，会救急联动，未时得行。而众论贤未如不克节，海路甚难，非常策也。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谕旨。宛承命尚书曰：山会米难，臣执事长，自陈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家殷急，趁归方无成，夙夜忧惨，今为跨代九州，耕地滋蔓，平除魏亦，若东西并立，首为犄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之党，然无其二三，连不克果，抚养为艰，实望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袭，且羌胡乃心思汉如可，又袭偏军人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是守，以已将为为凉州刺史，若为征行，贤持何用？臣当率军，未为政绩，今府水陆四通，为急适应，若东北有余，复之不难。由是宛遂还祝福，即转增据，至九年卒，谥曰公。子兵四，未遂武将军、汉城护军。为大将军中会至汉城，大将军与兵书曰：巴蜀贤志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辟诸草木，无气类也。桑梓之境，古今所敦，西道玉凤瞻尊，霸军攻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兵打书曰：之为臭味一卷之龙，雅托通流，未惧来未也。王考袭遭，即趁王于福县，古云其疾，遂安措之。知君西迈，埋玉屈驾，修尽坟墓，是与游父言子之人也。闻命敢创，以增情思，会得兵书报，加叹异义，即日服如其书云。后主计将邓艾兵亦会于福，待以交友之礼。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兵地险，为太子仆，会意爱其才学，与兵同时死。刘敏左护军杨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津，为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十一者或未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隐退。民以为男女不也，龙骨其母，若听敌人，则大事去矣。遂率所领与平俱兴事，拨张旗帜，离亘百余里，会大将军费祎，从成都至，魏军急退，民以攻风云亭侯。费祎字文伟，江夏名府人也，少孤，一族富伯人，伯人孤，
毕周穆刘璋之母也。张遣使迎人，人将衣由学入蜀，会先主定蜀，一岁留一徒，与汝南许熟龙、南郡董允齐名。时许敬丧子，允与为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何请车，何遣开后路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一便从前先上，及于丧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及，车程甚先。允由神色未泰，而为晏然自若。持车人还何问之，知其如此，乃谓允曰：“吾常以汝于文伟优劣位别也，而今而后无益了矣。先主立太子，依于允未舍人，迁庶子，后主建位，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海，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未多在医用，而亮特命一同宰。由是众人莫不一观。亮已出从南归，以一未招，信校尉使吴孙权信计滑稽，朝州吴方诸葛恪、杨备等才国果变，论南风至，依辞顺义堵，距离已达，终不能屈。权甚气之，谓一曰：“君天下熟得，必当古公蜀朝，恐不能数来也。”还千位侍中，亮驻北驻汉中，请一位参军，以奉使称职。平凡至吴，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执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作争论。延或举刀拟夷，一气涕横，即一常入其座间，见欲分别，中亮之事，各进言宜之用者，一匡救之利也。亮卒，一位后军师亲之，待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还服，一千大将军，录尚书事。延熙七年，魏军赐于新市，驾一节，欲众往遇之，光禄大，夫来敏之一许别，求共为骑。于是与席交持，人马换甲，言驾以弃，依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相僚官事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一至，敌遂退，封丞相侯，琬故让州职，依复领益州刺史，一当国公名，略于琬鄙。十一年，出驻汉中，自琬及一，虽自身在外，敬赏行威，皆遥先资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亦无宰相位，故东复比屯汉寿。延熙十五年，命一开府。十六年岁首大会，魏将人郭循在座，一欢迎臣。魏取首任所害，是曰晋侯。曾嗣，魏黄门侍郎，成帝公，上公主，长女配。太子权位，姜维，字伯曰，天水济人也。少孤，与母居，好政事学，是郡上妓院，周辟未从事。一父董进公曹，字魏黄门侍郎，成帝公，上公主，一长女配。太子权位，姜维，字伯曰，天水济人也。少孤，与母居，好政事学，是郡上妓院，周辟未从事。一副窘袭魏郡公曹，执羌戎叛乱，生魏郡将，没于战场，自为关中郎，自本郡军事。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岐山，时天水太守事出暗省，为及公曹梁旭，主不迎赏主计梁前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诛陷回应，疑
唯等皆有一心。于是夜王宝上归，唯等绝太守去追驰至城门，城门已闭，无纳唯等相遇还记，记忆不入围，唯等乃惧，一诸葛亮会马速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唯等还，故唯遂与母相失。亮辟为魏仓曹院，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27，亮与刘府长史张毅参军蒋琬书曰：“江伯曰忠，情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既长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部兵五六千人。”江伯曰：“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役，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必教军事，当遣一功，觐见主上。”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12年，亮卒，为还成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乡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驻汉中，琬即迁大司马，以为卫司马，数率偏军西入。6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10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10岁，汉山平康已反，为律众讨定之，又出陇西、南安、京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桃溪。胡王志、吴岱等举部落将，为将还安处之。12年，驾为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为自以练西方风俗，兼复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龙以西可断有也。每遇新军大举，费祎常才智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16年春，一卒，夏为律万人出石营，今董亭为南安，为雍州刺史陈太解为至洛门，为梁进退还。明年，加都中，外军事复出陇西，守敌道长李简举城将，进为相武，与魏将徐直交锋，斩首破敌，军败退，为程胜多所将下，拔河歼敌，到临洮三县名海。后18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敌，到大破魏雍州刺史王金于桃溪，金众死者数万人。金退保敌，道成为为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为却驻中提。19年春，就迁为魏大将军，更整乐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齐会上归，济失事不至，故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断骨，心散流离，死者甚众，众数由是怨毒，而龙以西亦骚动不宁，为谢过隐赴，求自贬销魏后将军，行大将军事。20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鹿谷，进至神岭，时常乘击鼓甚多，而守兵乃少，闻为方道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惧之，更爱意自陇右接军于长城，为前驻芒水，皆以山为营，望爱傍未兼围，为树下挑战，望爱不应。景耀元年，为文旦破败，买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刘魏延镇汉中，皆识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时不得忍，即兴事之意。王平、汉惧、曹爽皆承此志，为建议，以为措守诸围，虽合州义众门之意，然是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练兵聚鼓，退旧汉乐二城，
使敌不得入平。陈仲观镇守以汉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矣。四其虚，敌攻关不克，有无散之。千里县两，自然疲乏，隐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舔敌之术也。于是，令都汉中胡济却驻汉寿，监军王韩守乐城，护军蒋兵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威、石门、武城、建昌、凌远皆立为首。五年，为律众出汉，侯和魏邓艾所获，还驻榻中，为本基，屡托国，累年攻战，攻击不利，而宦官黄浩等弄权于内。又大将军言语与浩协笔，而浩因欲废为术语，唯一疑之，故自为惧，不复还成都。六年，为表后主文忠会至兵关中，欲归进取，一并遣张毅、廖化义都督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卫。然，好征信鬼屋，魏故中不自治，其后主请其事，而群臣不知。及中会将相落谷，更爱将人踏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义，踏中魏为援。左车骑张毅、辅国大将军董厥等一阳安关口以为。诸为外助，比至阴平，闻魏将诸葛续向建威，故助待之。月余，为魏邓艾所催，还驻阴平。钟会攻为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书开城出将，复迁格斗而死。会攻乐城，不能克。闻关口以下，长驱而前，一绝府至汉寿，为化义舍阴平而退，是与义绝合，皆退保剑阁以聚会。会与为书曰：“公侯以闻武之德，怀麦氏之略。”公既八汉，声唱华夏，远近目不归名，每为仇袭，常同大化，无扎正巧，能御丝毫，唯不达书，练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限远，将义海归，而邓艾自阴平游，仅古道傍路，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唯等出文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人见宁。于是引军游广汉，七道以审虚实，寻备后主敕令来，头戈放甲，议会于伏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着石，会后代为等，皆全还其印号结盖。会与为出则同舆，坐则同席。魏长史杜预曰：“以伯曰彼中土名士，公丘太初不能胜也。”会计构邓艾，艾砍车征，因将为等一成都，自称益州，目以盼，欲受为兵五万人。时为前驱，为将士奋发，杀会即为，为妻子皆伏诛。系政者论论为曰：“江伯曰惧上将之众，处群臣之右，宅舍必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应之谢，后庭无生乐之余，衣服取弓，与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宵禁，察其所以然者，非以积贪利着，一情自割也。只为如是未足，不再多求。凡人之谈，常欲成毁败，浮高意下，贬以将为头错，无所生死宗灭，以是贬消，不复料梯，亦乎春秋褒贬之，必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倾诉节约，自一时之以表也。为习所据治蜀，梁续官至大鸿胪，迎赏执金吾，梁前大长秋，皆先蜀王梅。平曰：“蒋琬方整有威重，废衣宽济而博爱，贤成诸葛之成，归故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余，
方家合一，然犹未尽至小之宜，居尽之礼也。姜维粗有文武，智力功名，而玩众独旅名断不周，终至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由烹小鲜，况于区区罪耳，而可屡扰乎哉？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十五，邓张宗杨传，邓芝，字伯苗，益阳新野人，汉司徒与之后也。汉末人属莫见之代，执益州从事张玉善乡，知往从之，欲谓之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知闻巴西太守庞熙好事，往一焉。先主定益州，知为皮底阁都。先主出至皮，与与大齐之，擢为皮令，迁广汉太守，所在亲言有志机，仍为尚书。先主薨于永安。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伟废。一等与相报答，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卒允，恐有异计，谓之所如。知见亮曰：“今主尚有勇，初在位，以遣大使重生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使得之。”之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之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之。之乃自表请见权曰：“臣今来意欲为吾，非但未属也。”权乃见之，与之曰：“孤城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又弱，国小势逼，未为所成，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之对曰：“吾蜀二国四周之地，大王命世之因，诸葛亮义一时之节也。蜀有众险之故，吾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职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事，若不从命，则为此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爵位，与蜀联合，遣张温报聘于蜀。蜀复令之众往。权谓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之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位之后，大王未身是天命者也。君各冒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包谷，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成款，乃当而谢。”权与亮书曰：“丁有善章，因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即亮北驻汉中，以之魏中监军、扬武将军。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扬武亭侯，亲之，魏都江州。权术与之相闻，愧疑优渥。延熙六年，就迁魏车骑将军。后驾节十一年，涪陵国人沙都尉反叛，知串军征讨，即骁骑渠帅，百姓安堵。十四年卒，知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叙卒伍，身之衣食资，养于官，不苟素简，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俭，不是义气，不得是类之和，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弃一江为云。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晋朝广汉大守张毅，字伯公，前为武阳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赴广陵，太守刚皆有名有机。先主定益州，领牧亦为书左，建安末举孝廉，为江阳长，喜福陵令，迁子同太守，
北迁至广汉蜀郡太守。建兴九年，未来将都督虽南中郎将，既信持法言，不得殊俗之欢心。其律刘纣北叛作乱，既举兵讨纣，纣未破，会被征当海。群下嫌疑便持其及罪，既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海耳。然待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击鼓，为灭贼之资，其可以处退之故而废公家之物乎？于是统摄部谢待到乃发马中因其成绩已破田纣，丞相亮闻而善之。亮出武功，以一位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亮卒，拜前领军。追论讨刘纣功，赐爵关内侯。延熙元年，入卫尚书，稍迁都建威，驾节进封都亭侯、征西大将军。十八年，余卫将军将为拒还成都，为义复出军，为义停征，以为国小民老，不宜独武，为不听，将计等行，竟继位镇南大将军，为至敌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逃水者以万，计亦曰可止矣，不宜复进，竟获回此大功。为大怒，曰为蛇化足，为竟为金于敌道成，不能克，自既见议论，为心与意不善，然常迁虑同行，必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迁左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六年，与为贤在剑阁，共议将中，会于福。云年正月，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宗玉，字德彦，南阳安众人也。建安中，随张飞入蜀。建兴初，丞相亮以为主簿，迁参军右中郎将，及亮卒，无律位，获成衰取蜀。曾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示分割也。蜀闻之，亦以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欲将命使吴。孙权问，欲曰东之与西，辟由一家，而闻西更增自地之守，何也？欲对曰：臣以为东益马丘之术，西增白帝之守，皆是是宜。然惧不足以相问也。权大笑，加其抗进，甚爱待之。渐进，雅于邓之废一，迁卫侍中，喜尚书。延熙十年，魏屯其校尉，时车骑将军邓之自江州海来朝。魏玉曰：礼六十不服戎，而轻抚受兵，何也？玉答曰：轻七十不海兵，我六十何谓不受邪？知性骄傲，自大将军费一等皆陛下之，而欲独不畏，屈欲复东平。孙权思欲胜，一气而别曰：君美贤命节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一遇大珠一壶，乃还。迁后将军都永安，就拜征西大将军，赐爵关内侯。景耀元年，以及征还成都，后魏镇军大将军，领兖州刺史。石都护诸葛瞻出统其事，廖化过狱，欲与欲共议瞻许，欲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窃已过，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辈而献谢造？门贤虽不往。廖化，字元简，本名纯，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蜀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未未信然，因西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欲与子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先主薨，魏丞相参军，后魏都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驾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
以果列称，官位与张继齐。而在宗玉之右，咸熙元年春，化豫剧内喜洛阳道病卒。杨系，字文然，前卫武阳人也。小与巴西城齐公侯八郡，杨太季如蜀郡张表伯达病之名。系每推其以为冠首。丞相亮身世之，系年二十余，从中书左卫督军从事，指点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伏辟卫蜀主簿。亮卒，为尚书右选部郎。四使蒋琬请卫至中从事时，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卫东漕院，迁南中郎参军，复二来将都督，临建宁太守，以及征海成都，拜护军监军，出临子同太守，入卫舍升校尉，卒在清约不凡。延熙二十年，随大将军姜维出军至芒水，系素心不服为酒后言笑，没有傲弄之词，为外宽内忌，亦不能堪。军还有四成，执奏系免位数人。后景耀四年卒，系姓虽减随省略，未尝以甘言加入过秦皆误。书府指示杀有银纸，然堵于旧故居成存后，与巴西韩衍、黎涛同幼相亲后，后衍故及费顿、涛吴、邢建捐，系经济振序，恩好如初。又时人为乔州吴当世才，少归晋者，为系重之，常称曰吾等后世，终自不如此长而也。有事以此贵系。张表有威仪封官，使名位与系齐，后至尚书。都来将后将军，先系梅其太个早死，系以延熙四德者继汉府臣赞，其所诵述经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自此之后族者，则不追谥，故或有并借称继而不在乎篇者也。其系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于皆著书本末于其词下，可以粗知其仿佛云耳。习文王歌德，武王歌星，夫命世之主，树身行道，非唯一时，亦由开基直序，光于来世者也。自我中汉之末，王刚气柄，雄豪并起，一因难结，生人徒弟，于是世主感而虑之。出自燕，待则人生洽者，行自齐，鲁则阴风波流，继业经隐则臣主归心，故元吴越则咸于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振，立师雍汉则元寇练机，故能成高祖之始兆，复黄汉之宗嗣也。然而间兄对险，天真未佳，由孟虑之想失，复须战于明条也。天路有中掩乎不遇，虽设归一统，万国何从者？当时俊一服的崔季，待明德之所怀志也。待岌岌犹可观焉，遂乃病数修封，动于后厅。其词曰：皇帝遣职，原资八方，别自中山，临京市中，顺其挺生，结起龙香，始于燕代国。御君经，吴越平赖，望风请盟，峡八跨蜀，雍汉已并，乾坤复职，宗嗣为宁，聂吕复基，郭德方生，华夏思美，西伯齐英，开庆来世，历载忧心，赞昭烈皇帝，中武英高，献策江兵，潘吴联蜀，全我是真，授仪阿衡，整武奇文。夫臣得教，礼物遗风，咸于静心，千望其身，但尽邦内肆意已衰，吕陵敌挺，时要其威，言经大国，恨于威仪，赞诸葛丞相，司徒清风，是资是赃，
是爱人伦，孔英锵锵，赞许司徒，关张啾啾，出身匡氏，服役西上，雄壮虎烈，凡平左右，翻飞电发，寄于艰难，赞主红叶，谋击寒梗，其声双得，骄带无礼，并至兼特，道为青绿，云深匡国，赞关云长、张翼德，票骑夺起，连横合从，首饰三秦，宝具合同，宗祭于朝，或异或同，敌以诚信，家破君亡，怪道反德，托奉潘龙，赞马蹦起，一侯良谋，料事兴衰，委职于主，事训事资，战思精算，赌事之机，赞法孝直，军师美智，雅气夜夜，致命民主，钟情发意，唯此一宗，王申报德，赞庞士元，将军敦壮，摧锋登南，立功立事，于时之干，赞黄汉生，长军情节，抗然恒长，党言为私，民思其纲，赞董幼宰，安远强志，允修允烈，青才果壮，方乃不惑，以少欲多，书方宝业，赞邓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前为蜀国都尉，因义郡为朱提太守，迁为安远将军，来将都督，驻南昌县，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未传，扬威才干，唏嘘文武，当官理任，看看便举，图直才师，有意有序，赞废兵帛，兵帛名官，江夏名府人也，刘张武，冠之祖姑，张幼女妻子，官冠建安十八年参李延军，据先主于绵竹，与言巨将，先主既定益州，拜为皮将军，后为八郡太守、江州都督。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加镇威将军。官为人善于交接，都护李延性子矜高，护军府匡等年位与相似，而言不与亲谢。官年少言二十余岁，而与言通侠如石背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未传。屯其主旧，故节不移，既旧出命，尽心事归，君资所事，事便是必赞王文仪，尚书清上，治行整身，抗治存异，蔚蓝典文，以其高风，好谋古人。赞刘子初，安汉雍容，或昏或兵，见礼当时，是谓群臣，赞梅自重，少府修慎，鸿胪明真，见义隐行，如临天文，宣颁大化，或守或领。赞王元泰、何晏婴、杜甫国、周仲直。王元泰明谋，汉家人也，有容止操信，刘璋时，为八郡太守，还为周至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位，汉中王，用金楚肃是零陵赖公魏太常。南阳黄柱魏光禄勋，谋魏少府，建兴初，自爵关内侯，后代赖公魏太常，公柱谋皆失其行事，故不未传。公子公为丞相西曹令史，随诸葛亮于汉中，早夭，亮甚袭之，与刘府长史参军张翼蒋琬书曰：令史失赖公，据蜀丧杨勇，为朝中损益多矣，容易荆州人也。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修曰：汉家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修对曰：至于元泰，周礼无忌，况比俊乎？其见重如此。何晏婴，明宗，蜀郡皮人也，是广汉任安学，今就安庶，与杜琼同事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前卫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替卫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趁
劝先主及尊号，见作之后，千位大鸿胪，见心中足，失其行事，故不畏传。子双安汉偶滑稽谈笑，有淳于髡东方朔之风，魏双伯长早足，车其高进，为其泛爱，以弱至强，不陷为坠，暂无子远。子远名一，陈留人也，随刘焉入蜀，刘璋时魏中郎将，将兵拒先主于服，必将先主定益州，以义卫护军讨逆将军，骂一妹卫夫人。张武元年，为关中都督。建兴八年，与魏延入南安界，后魏将废尧，喜亭侯，晋封高阳乡侯，迁左将军。十二年，丞相亮卒，以义都汉中，车骑将军，驾节，和雍州刺史，晋封济阳侯。十五年虑失其行事，故不畏传，一族地班。四元雄大将军何进官属吴匡之子也，以豪侠称，官位常与异乡。雅先主时未领军，后主事，稍迁至骠骑将军，驾节，封冕诸侯。安汉宰南范吉旧乡，剪除吴会，为行以彰，广迁变胡国用用强，赞李德昂，辅汉为聪，既积且会，因言远思，切问进对，赞时修美，和我夜市，赞张君寺，镇北敏思，筹划有方，导师攘会，遂事成章，天任东隅，莫命不降，哀悲本质，放流书江，赞皇公狠，越其为中，立志自知，执于内外，念公忘私，赞扬进修，征南厚重，征西中克，统师选士，猛将之列，赞赵子龙，陈熟志，熟志明道，汝南人也，自豫州随先主，名为长雅赵云，据以忠勇称，建兴初，冠至永安都督、征西将军，封亭侯。镇南粗强，监军上堵，并欲容任，任自封邑，赞府元弼刘南河，府元弼名匡，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八郡太守，建兴中，徙镇南，为右将军，封中乡侯，刘南河名雍，益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江阳太守，建兴中，稍迁至监军、后将军，赐爵关内侯。卒，子氏。四少子武，有文，与樊建齐名，冠义至尚书。司农姓才，夫树允章，早立此礼，非非有光。赞秦子赤，正方受仪，欲文后刚，不臣不谦，造此一端。赤竹当时，人也已丧，赞李正方，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遇，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妄结言乱，集中习使，实为绝性。赞为文长，威公眷侠，取义众人，贤则及礼，逼则伤亲，舍顺入胸，大义之云，赞扬威公，既尝粮食，闻金情泪。世元言归，楚人文纪，孔丘文祥，或才或臧，波波数指，楚之兰芳。赞马季常为文经，韩世远张楚人因孔丘袭文祥，文经世元皆失其名时，行事郡县，楚人本名存南阳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南次至洛，以为广汉太守，存素不服庞统，统中始卒，先主发言加叹，存曰：“统虽尽忠，可惜然为大雅之意。”先主怒曰：“统杀身成人，更未非也，免存官，轻之。”病卒，失
其行事，故不畏传。孔修敏官，为荆州主簿别驾从事，见先主传，失其郡县，文祥明真，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利落皮令，南广汉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书郎，国山修封，永南丹司，盛恒成国，延藏延时，孙德果瑞，伪南赌场，德序必强，志壮气刚，积极修治，蜀之分乡，赞王国山，李永南，马盛恒，马成国，李孙德，李伟南，公德序，王义强，国山民府，广汉七人也。好人刘延义，刘璋时魏州书左，先主定蜀后，未免逐令，还为荆州一曹从事。随先主征吴，君败于子规，遇害，子又有复封，官至尚书右选郎，永南明少，广汉七人也。先主定蜀后，魏州书左不从事。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院，亮南征，刘少尉至中从事，是岁卒。盛恒明勋，成国明齐，皆巴西郎中人也。勋刘璋时魏州书左，先主定蜀，辟为左将军蜀，后转州别驾从事。卒，其位太守张飞公曹，飞共之先主，魏尚书郎，建兴中，从事丞相院，迁广汉太守，复为飞参军。亮卒，魏尚书、勋其皆以才干字，显见归信于周党，不如姚胄。胄字子胥，一郎中人。先主定益州后，魏公曹书左，建兴元年，魏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魏院，并进文武之事。亮称曰：忠义者莫大干进入，进入者各务其所上，今姚院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院各悉此事，以属其望，迁为参军。亮卒，稍迁，为尚书仆射，时人服其真诚笃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赞之后，孙德、明福、子同福人也。先主定益州后，魏书左西充，国常成都令。建兴元年，徙巴西太守，魏江州都杨威将军，入魏尚书仆射，封平阳后。延熙初，大将军蒋琬出征汉中，福以前监军领司马。卒，伪南明朝，永南兄，郡公曹，举孝廉，临琼令，入魏别驾从事。随先主东征吴，张武二年卒于永安，德序名禄，巴西安汉人也。先主定益州，魏郡从事衙门将。建兴三年，魏越归太守，随丞相亮南征，魏蛮夷所害。十年三十一，帝恒景耀中尉领军，一强名士，广汉七人，国山从兄也。从先主入蜀后，举孝廉，为符节场，迁衙门将，出魏荡渠太守，喜在前卫，会丞相亮南征，转为益州太守，江南行，魏蛮夷所害，修元清寇，损失之害，文静奋身，同此颠沛，换生一人，至于宏大，暂逢修元张文静，修元明袭南郡人，随先主入蜀，先主东征吴，袭魏领军，统诸军，大败于萧亭。文静名南，必自荆州随先主入蜀，领兵从先主征吴，与袭俱死。时又有益阳复戎，先主退军，断后拒战，兵人死尽。吴将与琛令将，琛骂曰：吾狗，何有汉将军将者？遂战死，败。
子谦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仅要六年，又临危受命。论者，嘉琪父子亦是忠义，江洋刚烈，力竭明君，兵合御寇，不屈其身，丹夫旨意，殒命于君。赞成既然，既然，明基，巴西郎中人也。刘璋时为汉昌长，现有从人，种类刚猛，袭高祖以定关中，巴西太守宠西以天下扰乱。郡仪有五位，果昭何不取？有谗于璋，说西欲叛者，璋因疑之。西闻甚惧，将谋自守，遣姬子欲宣旨，索兵自助。姬报曰：“郡何不取？本不畏叛，虽有交媾，要在晋城，若必以拒。”遂怀异志，非姬之所闻，并斥玉曰：“我受周恩，当为周穆尽节，汝为郡吏，当为太守效力，不得以无故有异志也。”昔使人告姬曰：“儿子在郡，不从太守，家将急祸。”姬曰：“席勒养未将宁子之耕，非父子无恩，大义然也。今虽父耕子，无必引之。昔之姬必不畏己，后臣陷于张以至无咎。”张闻之，迁姬江阳太守，先主领益州牧，替位从事祭酒。后随先主征吴，遇大军败姬，溯江而还，或告之曰：“后追以至，解船轻去，乃可以免。”姬曰：“吾在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为哉？”追人遂及姬船，姬身执戟战，敌船有负者，众大至，共及之，乃死。公侯后生，卓尔其精，天命二十，报恨未成，赞成公侯。公侯名其既然之子也，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愿心思官不顾大德，以自匡救，背城奔北，自绝于人，作效二国，在糜芳世人豪朴潘俊。糜芳字子方，东海人也，为南郡太守，世人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驻公安，同属关羽，与羽有隙，汉营孙权。好虎，字子泰，益阳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决，开城一盟。潘俊字成名，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贬刘州市，亦与关羽不睦，孙权喜羽，遂入吴。虎至廷尉，俊至太常，封后。廷曰：“邓之坚贞简亮，临官望家，张翼抗姜维之锐，宗欲与孙权之言，贤有可称，杨系商略，意在不群，然制度有短，待离世难云。”三国志卷四十六无书一，孙破鲁讨逆传，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拜孙武之后也，少尉县吏，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胡玉等从，跑里上掠取假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兼谓父曰：“此贼可及，请讨之。”父日非尔所图也。兼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挥，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尾财物散走。兼追，斩得一级以骸。父大惊，由是显闻，符诏属驾位，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巨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妻子韶山洞诸县，众以万数。兼以郡司马穆赵京有得千余人，与周郡合讨破之。是岁，嘉平元年也，刺史臧明列上公状，诏书除兼监督城，数岁徙叙宜城。
又喜下裴城。中平元年，黄金贼师张角起于魏军，颇有神灵，前八十矣，善道教化天下，而前相连结，自称黄天太平。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举发，天下回应，凡烧郡县，杀害常立、汉遣车，其将军黄甫嵩、中郎将朱俊将兵讨及之。俊表请兼为左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陪者皆愿从。兼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汝引贼困迫，走保宛城。兼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以赴，遂大破之。俊具以状文上，拜兼别部司马。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吴宫。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张等，温表请兼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一温，温则让卓，卓应对不顺，坚实在座。前儿与魏温曰：“卓不顾罪而吃张大禹，已以诏布。”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着威名于龙鼠之间，今日杀之，悉行无一。”坚曰：“明公亲律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嫁明公，卿上无礼，一罪也。”张遂跋扈。今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举军一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激流，而薛郎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越凌重，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攘居斩庄甲，未降路阳干。今明功垂意于卓，不及家诸，亏损威行。于是再以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一人。”坚因起出，张遂闻大兵相至，榜众离散，皆起将。君还，必者以君为临敌，不断攻赏。然闻坚恕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一郎，时常杀贼殴心，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兼为长沙太守，道郡亲律将士，施设方略，巡阅之间，刻破心等。周朝郭时亦率徒众，起于临桂，与心相应，遂越境巡讨。三郡肃然。汉朝路前后，公封兼为乌城侯，灵帝崩，卓善朝政，横自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兼亦举兵。荆州刺史王睿素欲兼无礼，兼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兼以牛九里，咨明日一达一间，酒酣，长沙主步入白间，前移南阳，而道路不至，军资不惧，请收主簿推问义故，兹大惧欲去，兵臣四周不得出。有卿主簿复入白间，南阳太守击停一兵，使贼不识讨，请收出按军法从事，便迁兹于军门斩之。郡中镇立，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兼行破鲁将军，领豫州刺史，遂置兵于鲁阳城，当进军讨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海州都，促军粮，师帐幔于城东门外。祖道宋称官属并会，卓遣不齐，数万人逆歼。清计数十先到，兼方行酒谈笑，事不取整顿行程，无得妄动。后其建议，兼徐霸座，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相兼所以不及其者，恐兵相盗戒，诸军不得入耳。”卓兵见兼士众甚整，
不敢攻城。乃引骸兼夷屯梁东，大魏卓军所攻，兼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兼长着赤骑责，乃托责令卿进江祖茂者，知卓骑征竹茂，故兼从见到的敏茂困迫，下马以则冠冢，衔稍住，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众，定尽绝士住，乃去兼复相收兵，合战于洋人，大破卓军，萧齐都督华雄等。是时或兼兼于数，数怀疑不运军粮，洋人去鲁阳百余里，兼夜驰见数，画地计笑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家门之私仇，兼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赠润之言，还相嫌疑，数促急，急调发军粮，兼还屯卓，但兼猛撞，乃遣将军李觉等来求和亲，令兼列书子弟任刺史郡守者，取表用之，兼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以辱三族，权势四海，则无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鼓聚落九十里，卓寻喜都西入关，焚烧洛邑，兼乃潜入至洛，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弃引军骸驻鲁阳。初平三年，数使兼征荆州，及刘表，表遣皇祖逆于樊邓之间，兼急破之，追渡汉水，遂为襄阳。但马行陷山，魏祖军士所射杀，兄子奔，率将士众救数，数复表奔为豫州刺史，兼四子策权义匡，权继称尊号，是兼曰武烈皇帝。策字伯服，兼出新义兵，策将吴起居书与周瑜相友，收和士大夫，将怀坚人贤相之，兼轰还葬取阿，以乃渡江居江都，徐州木桃千身计策，策救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宰母袭取阿与吕范孙何惧救景，因援赵牧的数百人。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不取还策。太傅马日低帐节安吉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数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尽焉。数长叹曰：使数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其事有罪，逃入数营，隐于内疚，策指使人就斩之，弃亦数谢。数曰：兵人好叛，当共击之，何谓谢也？由是军中亦未惮之。数初许策为九江太守，以而更用丹阳陈纪，后书欲攻徐州，从卢将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数大怒，策袭曾义康，康不见，使主不接之，策常嫌恨，数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臣，既没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卢将真亲友也。策攻康，拔之，数复用其故立刘勋为太守，策以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就至寿春，寿春数以拒之，由乃渡江至取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凶奔又为丹阳都尉，由至皆破逐之，景奔退舍利阳，由遣樊能于弥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拒数，数自用故，立郎协会渠为扬州刺史，更以警卫督军中郎将，与奔共将兵籍，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数，起助景等平定江东，数表策未折，冲校尉
行舔寇将军，兵在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溧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取阿喜于溧阳，策又袭母复领，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策谓人：“美姿言，好教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市民见者目不尽心，乐未至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言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急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情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野，乃攻破虎等，进更至长利。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阳太守，以孙奔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奔地府为庐陵太守，丹阳朱志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宏、秦松、陈端等为谋主，石原树建号，策以叔则而决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魏吴侯，后叔死。长史杨洪、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救策。庐江太守刘勋要急，西鲁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未与勋好盟。勋心得数众，时豫章上辽宗明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亲君臣夜袭拔庐江，勋众进将，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帝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张娶奔女，皆礼辟策弟权。亦又命扬州刺史严相举权茂才。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聚于安渡，策因欲袭许，迎汉帝，逆至兵部署珠江，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克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克王逆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克遇，克即伤。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将之故，足以关隘。公等善相无地，呼权配以应受。”谓曰：“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臣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志业卒。十年二十六，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封子少尉吴侯，后改封上虞侯。少卒，子奉嗣，孙号时，俄言未奉当立。诸死，平曰：“孙坚勇志刚毅，孤为发迹，岛温路浊，山林渡塞，有中壮之烈。”策因气节计，猛锐冠世，揽其取义，至临中下，然皆轻挑果造，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击赵也，而权尊遂未至，子止侯爵，余一简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县长，郡察孝廉，周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婉嘉袭命。婉与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作不忠，为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横，有大贵之表，年幼最瘦，而是视之。”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皇祖于沙县。五年，策薨，
以示授权。权枯未及席，客长史张昭谓权曰：“笑脸，此宁枯时邪？且周公立法而国情不失，非欲为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兼贵尽逐，豺狼满道，来欲爱亲戚，故礼制是由开门而依道，未可以为人也。乃改一权服，服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唯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不在州郡，兵旅既遇之事以安危，去就未易，未有君臣之故。张昭、周瑜等为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鲁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成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父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本为将律，招言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使为宾客，分布珠江，镇抚山岳，好不从命。七年，权母吴氏薨。八年，权西伐黄祖，破齐州军，围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临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畏惧县令长。九年，权帝丹阳太守因为左右所害，以从兄于代义。十年，权使贺乞讨上饶，分魏建平县。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周兵拒军，都为吕蒙破齐前锋，而凌统、董袭等进锐攻之，遂屠其城，卒挺身亡走。其是冯泽追削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乞讨一设，分设为始兴、新定、黎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起奉命调表二子，且以官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从举重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魏臣成败，被进驻夏口，使诸葛亮一权，权遣同于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的表众，行事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唯于肃直惧之宜，必与权同，于普为左右都，各领万人，与备俱进，欲于赤壁大破曹公军，攻烧其余船营，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于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石勒进守襄阳，石甘宁在夷陵，魏人党所为，用吕蒙计，刘灵同以拒人，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律众为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招兵不利，权攻城逾越，不能下。曹公自荆州海，遣张喜将其赴合肥，未至，权退。十四年，余人相守遂余，所杀伤甚重，人伪成走。权以余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路口。十六年，权徙至秣陵。明年，乘石头，改秣陵为建业。文曹公将来清，坐如虚物。十八年正月，曹公攻如虚，权与相距月余。曹公望全军，叹其其速，乃退。初，曹公恐将兵郡县为权所掠，征令内移，民转相荆。
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始于万街东渡江。江西遂区，合肥以南唯有宛城。19年5月，全征宛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吉。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遂刘备定数，全以备已的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吾耳。全曰：“此家而不返，而欲以虚此隐遂。”遂至南三郡常立，关羽尽逐之。全大怒，乃遣吕蒙都先于丹、徐忠、孙圭等兵20000取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全驻路口，为诸军节度。蒙道二军皆服，为零陵太守郝普卫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30000兵至益阳，全乃召蒙等使还住宿。蒙使人诱普，普将进得三郡江守。因引军还，与孙角、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据与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被拒失益州。使使求和，全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属全。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以还。全反自路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军还，兵皆旧路。全与凌统、甘宁等在京北卫魏江、张辽所袭，同登以死汉权。全乘骏马越京桥的去。21年冬，曹公赐于居巢，遂攻濡须。22年春，全令都尉徐祥议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是，众结婚。23年10月，全将鲁吴、青城马射虎于逞庭，马为虎所伤，全头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氏戟以割，获之。24年，关羽为曹人于襄阳，曹公前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于以周兵晋升鲁晋等不齐30000送江陵，围城未拔，全内弹雨，外御以为己功，兼与曹公，其以讨与自效。曹公遣御史于与权相持以斗之，一传权书，使曹人以弩射示羽，羽游欲不能去。闰月，全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人。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已成将，蒙据江陵，抚其老弱，是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子归之江宜道，还屯夷陵，守辖口已被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全使诱之，与魏将力翻，其魏相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上食于齐，全先使朱然、潘璋断其进路。12月，张司马马忠或与及其子平、都督赵磊等于张乡，遂定荆州。是遂大义，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驾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玉凤贡于汉，即令王敦侍马，又遣朱光等归。25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披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夫使张俭求见府纳南阳殷，暂驻阳山东。中鲁五县民5000家来赴。东，魏四王称尊号，改元为皇初。2年4月，刘备称帝于蜀，全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至浔阳、阳新、柴桑、沙县6县为武昌郡。5月，建业言甘露将
八月，陈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往，安必虑为古之善教，习卷不遗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事，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矣。况今楚身江畔，豺狼交接，而可轻乎？不思变难哉！”亲闻诸将出入，各上签曰：“不从人兵，甚非被虑爱身之位。夫保己遗民，以安君亲，孰与为入？遗身警戒，勿遂其大，复孤一焉。”自魏文帝建作，全使命称樊，即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得胜者礼封。故孰但有家府之寻太公有阴阳之功，并其徒语，并受备物，所以表彰元功，殊亦贤者也。晋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高于以王八姓，思则前是之义士，后王之元归也，朕已不得。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其先代，坐而待旦，为君天资重量，命事作左，身笃隶术，达见废心，远遣行人，伏于前汉，望风引赋，抗书称樊，接纳先吃南方之贡。胡遣诸将来海本朝，中肃内发，缓城外招，信者金石，一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是使持节太常高平侯真授君喜受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主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都交州，领荆州牧士，袭君清土，居以白毛，对阳镇命，以引东夏。其上故票骑将军南昌侯应受符册，今右家军酒席，其进听后命，以军虽安东南，刚济江外，云以安业，无获西二，是用席引大陆荣禄各一，玄母二四，军务财劝农，仓库迎积，是用席军滚免之福，世系复焉，军化名以得，礼教兴行，是用席军宣献之乐，军宣导修，封怀柔百越，是用席军诸户以居，军运其才谋，官方任前，是用席军纳币以登，军忠勇并奋，清除奸特，是用席军虎奔之，是百人，军政威灵脉，宣力荆南，消灭凶丑，罪人私德，是用席军夫越各一，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席军同工一同十百，卢公十，卢十千，军以中粟未积，公俭未得，是用席军俱畅益友，归赞复焉。清哉，晋夫训典，以服朕命，以恤乡我国家，永忠而显烈。是岁，刘备师军来伐，至巫山子归，时时诱导武陵蛮夷，驾与应船，取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魏蜀，全以陆逊魏都都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赵自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自对曰：“聪明人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自曰：“纳鲁肃于樊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臣，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人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犬子登，犬已登年幼，尚书辞封，众遣西曹院审衡陈谢，并献方物，立登魏王太子。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武屯，皆破之，
斩其将。三月，鄱阳沿黄龙涧，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迅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凌晨所斩及投兵，将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出权外托侍卫，而诚心不款。未遇遣代中心皮尚书桓阶，王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合、徐晃为南军，权遣吕范等督五军，宜州军据丘等，诸葛瑾、潘璋、杨灿救南郡，朱桓以濡须都据人，石阳、越蛮夷多未平吉，内南魏米，故权卑辞尚书，求自改立，若罪在南除，必不见制。当奉还土地名人，其既命交州，以终余年。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资作，自君策，民以来，贡献盈禄，讨贝之功，国朝养成，埋而绝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其乐劳师远临江汉，郎庙之意，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已不明。虽有曾母投注之疑，犹忌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建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赦辞，不欲使进，亦者怪之。又遣都尉号周劝君遣子，乃时朝臣交谋，以此过君。君国有辞，外因韦骁遣子不忠，内欲窦融守忠而已。事书十亿，人各有心。好周之海，口臣指挥，亦令一者发明重贤，忠使之本无所惧障，故遂抚养从群臣意。今省上事，缓成深志，心用慨然，七创动容。即日下诏，是诸君旦深沟高垒，不得忘尽，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义，登深朝道，系召滨海，此言之成，有如大江。权遂改年，临江据守。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于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赶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乘车，杀掠数千人。将军权从、徐盛追斩魏江、尹庐，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权聘刘备于白帝，时复通也，然有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是岁，改夷陵，魏西陵。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乘江下山，改四分，用干相力。三月，曹仁遣将军长雕等，以兵五千，乘游船，乘渡濡须中州。仁子太阴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归等急破雕等。是月，魏军皆退。下四月，权群臣劝急尊，权不许。刘备轰于白帝。五月，许阿言甘露将，先是细口，守将敬宗杀将王直，一众叛如魏，魏以为齐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弥方、刘绍等袭齐春，绍等生鲁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三年夏，前府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四年夏五月，丞相孙绍卒。六月，以太常
唐固雍为丞相，晚口言木连里。冬十二月，鄱阳贼彭起自称将军，攻梅诸县，众数万人，是遂地连阵。五年春，令曰君心日久，云林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续，孤甚敏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尤以宽袭。是时，陆逊以所在韶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全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授田，车重八牛以为四偶，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君等其劳也。”秋七月，全闻魏文帝崩，征江夏，为石阳，不克而还。苍梧沿凤凰涧，分三郡扼地十县至东安郡，以权从魏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师得缓行，宽复袭条，又云中党之言，不能及臣，求容小臣，庶以立文，全报曰：夫法令之赦，欲以恶恶防邪，警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谓先令后诛，不欲时有犯者，而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立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京城来意，当众资谋，勿从其可。且近臣有尽归之见，亲戚有补察之真，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与为汝弊，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避补邪？而云不敢及臣，何得为忠党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则乎？但谄媚去容，虽但图以天下未定，是以重计。若图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位，故坐自守可漏耳。若不欲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议，特意容七十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时甘心所望于君也。于是令有司进写科条，使郎中楚逢机以旧训及诸葛瑾，亦所不安，令损益之。是岁分胶州至广州，恶复旧。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起，闰月，韩当子纵以其众将位。七年春三月，封子律为建昌侯，霸东安郡。下五月，鄱阳太守周防未叛，又为将曹休。秋八月，权至宛口，使将军陆逊都诸将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诸关郡。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五昌并言黄龙凤凰剑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复破鲁将军兼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进爵加赏。初，新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斑斓耳，海昌门，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张刚管堵之辽东。六月，属遣卫尉陈振庆权建尉，权乃参分天下，豫、清、徐、幽、蜀、吴、兖、冀、并、梁、蜀、蜀、齐、司州之土，以函谷关卫界，遭魏蒙曰：天降丧乱，黄刚失序，逆臣诚信，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一覆四海，致令九州覆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民所立止，及操子丕
杰尼乙丑，见作兼回，偷取天位。而未王吗？寻披凶机，祖兵盗土，未服绝诛，习共公乱象而高心行。师三苗干度于顺征焉，今日灭曹，秦其土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简报，必生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是是，民之心，各之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魏，先分其田以避宋。人思其意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示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衷，然分土列境，已有盟约。诸葛丞相的威远着，必待本国。典容在外，信感阴阳，成动天地，众富结盟，广成约誓，使东西市民咸共闻之。故立坛杀生，昭告神明，在煞家书，复之天府。天高听下，临危匪战，思慎思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无计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就为续患，分灾共庆，好恶其之，无祸兮耳。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事，无相侵犯，传之后业。客中若使，凡百之约，皆如宰书，信言不厌。时居于好，有于此盟，创祸先乱，为二不协，逃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师都，山川百神是纠士集，必坠其师。吾客作国，与尔大神，其名见之。秋九月，全迁都建业，因故服不改管。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长武昌刘氏。二年春正月，未作合肥新城，照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魏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赴海求夷州及儋州。儋州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指此州不海，是项城有数万家，其上人名，时有至会稽或部。会稽东县人海行，必有遭风流移至儋州者，所在绝远，足不可得至，但得移州数千人海。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俊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魏温、诸葛直接以为赵武功，下御诸下有野蚕成茧，大如卵，游泉野道自生，改为河心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右卫将王陵，陵以军营部。冬十月，全以大兵潜伏于富陵四之，陵绝而走。会稽南使平言加和声。十二月丁卯，大赦，改名元年也。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律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虔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集，斩贺于城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素书郎中令孙纵称樊于权，并献雕马。权大悦，加渊爵位。二年春正月，诏曰：“朕已不得。”诏授元命，夙夜兢兢，不遑驾寝，思平事难，就计黎庶，上达神之，下为名望，是以卷卷秦求俊杰，将与陆立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度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九挟贼虏，隔在一方，虽乃新于国，其路米元。今因天命，元遣二使，款诚显露，张表殷勤，
朕知得此，何喜如之？虽汤欲医矣。周或吕望，世祖未定儿的何用？方知今日其父事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殊不云乎？一人有庆，赵明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是。其名夏周俊，贤使闻之，特下燕国，奉宣赵恩，今普天律，土被文思庆。三曰遣书纵海，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彦，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征获，酒席被误，成海受冤，举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接见，以为冤未可信，而宠待太后，但可遣立兵数百护送书纵，权中不听，冤国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冤，尚书仆射薛纵等切见乃止。是。遂权相合肥新城，遣将军权琼征洛安，皆不可还。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邑，遂获不登，其宽诸部勿复都客。下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绵口，孙韶、张成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为合肥新城。是。使属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巨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一罢。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讨山越。九月朔，云霜山谷，冬时。一月，太常潘俊平武陵蛮夷，事毕。排武昌，赵父取阿魏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李环、罗立等未乱。四年夏，遣吕代讨环等。秋七月，有薄魏时以马求一株，鸡翡翠戴帽，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赵使立明书童，祭同必直，设道助之科。二月，武昌沿甘露降于李冰殿，抚吴将军张昭卒，中郎将吴惨获李环，将军唐咨获罗立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贼彭旦等未乱。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志，人情之急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孝者免而治之，是至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待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仪，要迭而处事，故圣人治法有礼，无实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待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常立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作，有以废况，方士之因，国家多难。凡在官司，一个尽节，先公后私，而不公诚，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易，勿令得中，祥未节度，故谈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尽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言行易赦，唯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予以为常立在远，苟不告语，事不得知，彼选待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常立无废职之父，孝子无犯众之行。将军胡纵义以为丧祭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实，俗不得行。方金荣是军国一荣，而常立遭丧，知有科进，公敢干徒
苟念闻幽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清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一定科文，是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无令。孟宗丧母奔赴，以儿自居于武昌以听刑。陆逊臣其素行，因为知请，权乃简宗义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二月，陆逊、郝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权纵袭陆安、布、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是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夏，吕代讨庐陵贼，毕还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剑，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印，以改年号。诏曰：奸者赤乌及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家，降者改年一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习武王伐纣，有赤乌之降，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册载数最降者，以为晋，是季搭亲见又名也。于是改年，不夫人族追赠皇后。初，权信任孝士吕一，疑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见，权不纳，大臣尤氏莫敢言。后以奸罪法禄伏诛，权引咎则宫，乃使中书郎元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李还复有诏则数诸，葛瑾布置诸然。吕代等曰：元李还云与子于子山一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长名事，不肯便有所臣。西推之伯言成名，伯言成名见礼，弃替恳策，此指辛苦，至乃怀职为部，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客怪何者？夫为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惜忠，独当即有伤惧众议，忽不自觉，故诸君有贤难耳。不耳，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君五十年，所依附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业累犹存，市民勤苦，诚所贯之，元老百姓事不得一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为表里足以明。禄公私分际，足用相保，进言直谏，所望诸君时已补缺，孤亦望之。习为武功年过至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不依为待，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易。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亦存，犹为骨肉不复事过。荣福喜期，相与共之，终不逆情，至无一计，是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义？其还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见，见而不得，终见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见，真未出于口，仍执贤难。以此言之，孤于其桓良忧，未知诸君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应是当效，共定大业，整齐天下，邦富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益计，匡所不待。二年春三月，遣使者杨道郑州将军孙仪之辽东，即位守将张弛高律等，鲁的男女
零陵盐甘露酱。夏五月，城沙县。冬十月，将军蒋密南讨夷贼，密所领都督廖氏杀林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前共攻零陵、贵阳及窑洞、胶州、苍梧、玉林诸都，众数万人。遣将军履带唐咨讨之，遂于街。后三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清者以来，民多争议，遂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利获不良，侵夺民食，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警察非法，帮农桑食，以议事扰民者，举证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制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明基召开仓廪以镇贫穷。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从略淮南，掘韶皮，烧安城底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克攻陆安，从与卫将王陵战于韶皮中，即将秦晃等时，余人战死，撤其将军领取扎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就樊。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景卒。秋八月，陆逊成诸。五年春正月，立子和魏太子。大赦，改和兴魏嘉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今天下未定，民勿劳瘁，且有功者或未禄，饥寒者尚未恤，伟哥土壤以封子弟，遂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是此意。三月，海盐县盐黄龙见。夏四月，晋县狱检太官善。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丹耳。是岁，大义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六年春正月，新都盐白虎见。诸葛克征陆安，或魏将谢顺营，收其名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瞻，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亮各自挽千余柴桑。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盐加和生。是岁，布置朱然等各上书云：自蜀海者，咸盐欲备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善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及剿之，反伪汉中，还进成都。是以张卓、吴所、傅仪一谓之备，权魁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是吴所复之，何以至此？又司马懿前来入书，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之缓急而便出兵乎？习未欲入汉川，此间使言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一邪？又人家治国，舟船成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尽自无谋，如权所酬。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及南京大桥营。茶陵县洪水溢出，流票居民二百余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屠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事三万人凿具戎中道，
自小旗至云阳西城，通会试，坐底阁。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正为扎中，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沿甘露降。秋九月，以票骑布置为丞相，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为将军权从为右大司马，镇南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诺葛恪为大将军。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权从卒。二月，权势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易作。夏五月，丞相布置卒。冬十月，赦死罪。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镇。三月，攻城。夏四月，雨薄。云阳言黄龙剑。五月，鄱阳言白虎人。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福瑞应之。所以表得也，朕已不明，何以真资？书云：虽修勿修，公清百司，其免修所职，以匡不殆。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却堕东莞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辽却已济。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范睽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巨荣及故章宁国诸山崩。洪水溢，赵元通泽，给代种时，废太子和，楚故章，鲁王霸赐死。冬十月，魏将文清未叛以诱朱毅，权前吕据就义以迎清，必等待众，清不敢进。十一月，弟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坐唐义图唐以焉，北道。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为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出临海洛阳，现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衣弊，名纺机。是月，遣中书郎李遂基辅国将军。洛阳王应受迎表，表随重聚出，与遂及所在郡守令常谈论。遂本无以意，所立山川，辄遣必与其神相闻。秋七月，遂与表至，全于苍龙门外为立地舍，数十近臣积九十网。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宴。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无高陵，松柏丝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全计南郊海，请及。十二月，必征大将军客，拜为太子太傅，赵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丘为琅胡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亿王表请服，表王去。夏四月，权薨。十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平曰：孙权屈身忍辱，仍才上计，有勾践之急，因忍之，结矣，故能自善将表，成鼎志之业。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季真末年，礼以资甚，至于禅说舔行，应似废弊，其所谓赐爵，孙某以宴祭于者哉？其后夜临池，遂至复国，
未必不由此也。三国志卷四十八五书三。三四主传。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由刘义解权公主常赠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以权义欲欲自节，数称数权上女，却未亮纳。至乌十三年，何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权侍卫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为皇后。冬，权请急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应为太常，并受诏府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是岁，余为嘉平寺年也，闰月，以恪为帝太傅，并未为将军领尚书事，上大将军旅，代为大司马。朱文武在位接近爵班赏，荣官家等。冬十月，太傅恪率军扼巢湖，城东兴，使将军权端守西城，都尉刘略守东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风雷电，为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不齐。七万为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吴秋俭向武昌，贾莹、恪以大兵复离，戊午，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纵、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灾武昌端门，改作端门，又灾内殿。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权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军还自东兴，大行封赏。三月，恪率军伐魏。下四月，为新城，大邑，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冬十月，大饷。五位将军孙俊伏兵杀恪于殿堂，大赦，以郡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旦鸟舞见于春深。明年改元。五凤元年夏，大水。秋，吴侯因谋杀郡，绝，因自杀。冬，十一月，新伏于斗牛。二年春正月，魏镇东大将军吴秋俭、前将军文清以淮南之众西入，战于乐家。闰月壬辰，郡级票骑将军吕据、左将军刘赞率兵袭寿春，军级东兴，文清等败，人营兵进于驼高，清义郡将淮南于众数万口来奔，为诸葛诞入寿春，郡引军还。二月，即为将军曹真遇于高亭交战，真败绩，刘赞为旦别将蒋班所败于孤皮，赞及将军孙楞、蒋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镇南将军朱翼袭安丰，不克。秋七月，将军孙仪、张仪、林询等谋杀郡，发觉仪自杀，询等伏孤。阳县里李山大石自立，是魏魏逢朝成广陵，拜将军吴然为广陵太守，刘略为东海太守。是岁大旱。十二月，坐太庙，以逢朝魏监军使者，都徐州诸军。是明基军事院判。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业火，郡用征北大将军文清计将征魏。八月，先遣轻骑票骑吕据、车骑刘纂、镇南朱翼、前将军唐资军自江都入淮。四九月丁亥，郡卒，以从帝偏将军称魏侍中、五位将军，领中外诸军事，赵桓据等文称代郡。大怒，己丑，大司马吕代卒人臣太白范南斗、巨、清、资等
表见为将军西应为丞相，春不听，癸卯，更以应为大司马。代，吕代驻武昌，据引滨海，欲讨琛。春前时以诏书告玉清、资等，时取据。冬十月丁未，遣孙宪及丁奉、施宽等以周兵逆据于江。冬，遣将军刘成都布旗供应，应兵败一灭。己酉，大赦，改年。辛亥，获吕据于新州。十一月，以称为大将军，驾节。封有汤侯。孙宪与将军王敦谋杀琛，事决。琛杀敦，破县令自杀。十二月，十五关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豫章东部为临川郡。夏四月，亮临正殿，大赦。使清政事，春所表奏，多见难问。右科兵子弟年十八以下十五以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亮曰：无力此军，欲与之俱长，日于院中席焉。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受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尚书，又遣子亮长史吴刚朱衙门子弟为职。六月，史文清、唐资、全端等步骑三万救旦。朱毅自虎林律众袭夏口，夏口都孙毅奔魏。秋七月，春律众就寿春，自于霍里。朱毅至，自夏口，春使义卫前部都，与丁奉等将借势50000解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东魏，鄱阳、新都名未乱。廷尉丁密步兵校，魏正胄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朱毅以军事伐石隐台，春旦暮，九月朔己巳，杀邑于霍里。辛未，春自霍里还建业，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续子一已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义等自寿春城邑司马文王。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清。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但左右战死，将吏以下皆将。秋七月，封故齐王奋为张安后，赵周郡伐公才。自八月审英布与40余日，亮以琛专自与太常权。上将军刘成谋诛琛。九月戊午，琛以兵取上，遣帝恩公杀城于苍龙门外。赵大臣会公门，处亮为会稽王。十年十六，孙修字子烈，全第六子，年13，从中书郎涉祠郎中圣，充受学。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全薨。修帝亮成统，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丘于丹阳郡。太守李恒树以是清修，修尚书齐徙他郡。赵徙会稽，居数岁。孟成龙上天，故不见伟，绝而易之。孙亮废，即位。孙春使宗正孙凯与中书郎董朝迎修。修出文问，必疑凯朝惧，数琛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发。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旦修叩头曰：“嗜酒便生，天下愚愚，愿陛下速醒。”修善之。是日进疾步塞亭，五位将军恩行丞相事，御百僚已成，于法驾迎于永昌亭，助攻以五丈为便殿。设御座，己卯，
修至望便殿止住侄孙凯先见恩凯还修成免进群臣再拜称臣修生便殿千步及御座指东乡户曹尚书前及阶下赞奏丞相奉喜服修三让群臣三请修曰江乡诸侯贤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喜服群臣以赐奉饮修就成于百官陪魏春以兵千人迎于半野拜于道侧修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曰夫包的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称魏丞相荆州牧曾十五县五位将军恩为御史大夫魏将军中军都封县侯威远将军授魏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平侯长水校尉张部辅导勤劳以部位辅一将军封永康侯董朝清营封魏乡侯又诏曰丹阳太守李恒以往事之贤自居有司夫设勾斩区在军魏军遣横海郡勿令自疑己丑封孙浩为乌城侯浩帝钱塘侯迁永安侯十一月甲午封四转五副蒙兀连日称一门五侯皆点进兵权倾人主有所陈述进而不为于是义字修恐其有变数家赏赐丙申诏曰大将军中款内发守建大计以安设计亲事内外贤赞其意并有勋劳袭获光定计百僚同心无复事过即按前日与议定策告庙人民依故事应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侍统繁多其家为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人子诏曰朱立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县米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金户者朕甚悯之其有五人三人未易听其父兄所欲留未留一人除其米县君其部从又约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家为一级亲之修文称逆谋因与张部图计十二月戊辰腊百僚朝贺公卿升殿赵武士服称即日服诛己巳赵以左将军张部讨奸臣加部为中军都封部地敦为都亭侯给兵三百人敦